近年随着台商回流，新竹科学园区周边发展利多不断，尤其以高铁特区最为明显。除了高铁南来北往的轨道经济发酵外，更拥有双铁的战前商圈优势。其中全新成屋的宝嘉奇磊立即就能入住，欢迎莅临，等你来嘉义。嘉奇磊走路约250米就可以到达台铁六家站以及新竹高铁，不但有轨道经济加持外，周边还有联发科技、顶级商办以及台大生医园区齐聚，未来甚至有高铁站前百亿的开发案，跟 Web Plaza 产业动能无余，人口红利更是激增。竹北未来最高的地标红会未来之星，不仅有空桥可以连接水圳森林公园之外，更可以在此去的路线中健走慢跑，健康的质感休闲生活就从这里开始。我们实际来看看大四房46坪的格局，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独立玄关，拥有完整的储物空间，而客厅以及餐厅的动线宽敞流畅，没有走到虚坪的浪费。主卧室不仅能配置加大双人床，同时也拥有多元的衣物收纳空间，拥有面中庭的超大型工作阳台，可说是具备豪宅等级的奢华尺度。在竹北，换屋型产品动辄都要4000万以上，坪数规划更是超过50坪，而宝嘉奇磊却能打造出46坪大四房的格局，而且总价只要约3500万，在高铁特区可说是高 CP 值以及高坪效的四房产品。欢迎懂得品味的您一起来赏屋，建筑 DNA， 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